都要拿一台 Jump and Sleep Back Jump and Sleep Back。 今天怎么全进这个大奖啊？有没有会跳舞？出来跳给我看。变成一群自我，心理建设很重要。你有时候不爽的话，就把它当 dinner， 把它当晚餐 dinner。今天带孙生来我高中的孙生来到台中的侨泰高中演讲，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大家都乐在其中。孙生也在校园送公仔，看看谁会得到公仔大奖吧。小傻瓜说，愚蠢至极小笨蛋，这个小淘气。那这一排是怎样？集中营的不乖的静坐。不乖静坐，要乖一点哦，要静坐。我昨天晚上做的，对。自己签名，然后等一下可以用那个印章增长。有没有自备礼物啊？对，一些很棒的公仔啊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我们对学生多好，状态好了，你是长姐。有奖征答，抽给你们。我们的缺点就是太善良了。压力，压力。现在变成教职员了，我可以上教职员的厕所。我长大了。小时候读高中，教职员厕所离那个班级比较近啊，然后不能上，就要走到楼上或楼下。但我现在想上教职员厕所就上，超派！现在进场撸，你是校长还是什么？我是一班队队长啊，三本什么的。袁柳斋。对，袁柳斋。你们今天想期待从孙生那边听到什么？他鼻子花多少钱？好，那我们就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的来宾于孙生。那么讲我们心路历程吧。哇，你们是从小看我长大吗？那你们第一部看我影片是什么？最爱你。我从18岁，17、18到现在已经31岁了，都一开始就像耍宝嘛，酷炫啊，就拿相机喜欢录我，那我就爱表演。我觉得只要你持之以恒，一定会成功。因为以前根本没有什么 YouTube 啊，以前就只要纯粹爱录影，我爱耍宝的这样。在场有喜欢表演同学吗？有没有表演欲很强烈，觉得哇，我是好想表演哦。咦，长得你像蔡哥哎！你什么科的？什么系的？餐饮科。餐饮科，那你帮我做菜吧你。你为什么喜欢表演？因为太帅。我正式约战吴克群。你有没有看过吗？以前模仿吴亦凡的时候，黑人压24，男优压69。不做 YT 会做什么？艺术这个行业，选秀节目转战 YT 的过程。天哪，那是伟哥还在耶！你们还记得伟哥吗？好功夫啊！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爱去选秀节目嘛，然后可谁知道说现在变成新媒体的时代了，其实讲要去做就会成功。相信我，搞不好就成为下一个抖音网红啊！金鹰奖就找你。个人经验分享啊，强大的心理建设，真的，我跟你讲。多少人爱你就多少人讨厌你，这真的。心理建设很重要，你有时候不爽的话，就把它当白痴，把它当低能，把它当晚餐低能。啊，对，你看真屁假屁，不要以为我们都低能儿啊，我们也懂量子力学。对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好不好？很多男生，我懂你们，你们都是假屁而已，我了解。真屁的是小哥哥爱你。我做错，我道歉，不会像你啊，那么屁啊。10年后的规划啊。班上应该很多很特别有奇怪才华的人吧？有没有现场可以表演才艺？来，你来，你有什么才艺？表演给大家看，快！对嘛，不要害羞嘛。高中只有一次的，你有什么才艺？还有谁家那边？什么才艺？怎么讲？谁家才艺？哎，这里有没有人有喜欢一个学姐或喜欢一个学妹很久的？我们两位是大告白啊！今天表现最炸的，我先给你最大奖。哦，金女特战队。这是跟告白吗？你是一只鱼。他分手而已啊。啊？为什么分手？他说他过不了命。他没有钱。这什么借口啊！烂吧！天哪，你被敷衍了。对啊。那你们怎么没有那个滴水之欢？因为违法。哎呦，乖哦。对啊。那你已经被关过了吗？好啦，不错了，你就是大奖候选之一，先给你小奖，很棒很棒很棒。哎，换你了，以围攻的角度分享。反正其实上礼拜我来讲过一次，但是并没有所有人。然后昨天我们讨论，有时候可以简单再带一下，因为我是你们之前高中的学长，高中部的。你们现在不是可以背书包跟穿拖鞋吗？可以穿拖鞋吗？可以穿拖鞋上课，太爽了吧！我要就读啊。
就你知道我在的时候不能背书包，然后那时候还是7:20到学校的时候，然后会背书包这个原因，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原因是我造成的，就是有一个教官叫。我以前上学啊，在那校门口啊，然后被他叫住，然后狂骂，然后每个上就是去班上的都一直看着我这样。他是好教官吗？还是讨人厌的教官？我觉得他是，我不确定。那我在反骨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做剪辑跟摄影，还有导演。有那么多地方可以选，为什么我一定要选这个地方？那么多 YouTuber 对不对？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，就像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，我做什么事都一直思考。但像孙生跟酷炫他们做很多事情，他们是。根本就不管，直接做就对了。对，做人善良的人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觉得我常讲，就是说只有善良的人才可以走到最后啊。就学校还会8+9吗？还是蛮多的。超多，超多。而且这边就有了。我刚好看到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在路上，看到同学已经包手了哎、欸。重点是你没有上色啊，你光勾线很难看啊。你要讲真的啊，来，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？拳上跟滚能打那是什么感觉？这是练习的吗？哦，练习的时候，哇，好可怕啊！金刚啊，打不过，我怎么可能打不过？不可能啊，动不动到我机器超痛的。而且各位，其实被打到这个你的这个机器啊，这个小兄弟，他是会延迟的哦，包括像网络延迟的哦。例如他揍一下，我还可以再动机啊，我会突然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就跟馆长打，然后从头到尾都在擂台 ，kill and sleep back，kill and sleep back。我可以用埋人，我会内控。今天不是，我今天穿假面骑士了。哦，骑士啊！你是男生，怎么会想买旅游内裤啊？因为大家很香。哦，香啊！那我卖给你，你可以套在头上当疯狂假面吗？我可以试试。不好意思，老师这边打断一下，因为刚刚阿好有提到教官的这个故事，所以突然之间来了一个特别来宾，想要见见阿好。不要，拜托不要。不要我以前还不能背书包的时候，然后我好几次背书包，然后就骂到勾芡里头这样。好听一点是这样，我是跟他们说，你们现在可以背背包，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就这样。其实之前我对他怎么机车的话，现在就对他怎么机车，只是说有听说有人在 cue 我了，所以说我出现一下，对对，他也是这样子。那教官，你看他学校是很严格的吗？没有严格，机车而已。那必须马上讲，对对 ，D R G 啊，对，和解。不是，okay, 我只讲一个，世纪和解了。感谢今天特别来宾教官，感谢教官。好吧，最后一个大奖哎，天哪，今天怎么决定这个大奖啊？有没有会跳舞？出来跳给我看。5、6、7，准备了。抖音啊，还得是你啊，抖音变成一群字。问这边啊，我就从你们之中选一个，送你今天最大奖，好不好？欢迎。佐助诶 ，Sasuke， 你是母胎单身吗？对啊。你会红，你长大要做画家，看看洋葱，哇，很厉害哎！所以我也放学了 ，Oh my god， 被假崩了，真的。现在跟老师四足间就吓到哎，后面有僵尸军团在跟着。